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一开始这里有个气泡，所以我们打开抽水泵，你看管子抽不出水的，因为这里有个气泡。那这种情况下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把管子往地上放一下，逼出几个气泡之后，你看就能一直往上抽了，就只要往下面放一下就行了，就能直接往上抽了。